葡萄柚终于熟了啊、哦！这是你们很喜欢的那种可以爆汁的，给你们看一下什么叫爆汁的。看一下，自己家都会给你们送那个榨汁器，就是你们到时候用那个榨汁器直接捏就好了。看一下。嗯，不酸吗？没有酸，这时候已经成熟了。我们先让我回去煮饭吧。先回去做饭啊、哦？对。好啊，走。把这个捡起来吧。嗯。今天我们是要做当地的特色咸饭哈，然后精华是什么？精华是这个猪油，祖传的猪油干，弄一勺猪油。你们下单都有送这个榨汁器，非常好使。看起来好好吃啊，好好喝，好好喝。这个比外面买的什么饮料都要好哈，自己榨的很简单，老人小孩大人都可以，对对对，都可以喝的，都可以喝的。哇哇，口水已经下来了。哦，很香哇！到时候我去摆摊，这个我觉得稳赚、嗯。我来，那个给妹妹。不要多，阿姨太瘦了，太胖了，不是太瘦了，谢谢。哎，那人出来吃减肥。十一最辛苦。谢谢外甥女，这个是十一给外甥女准备的大碗。OK。你来这帮，你不要打给我，不好。嗯，干杯，干杯。我想要如家如汤的干杯，好吃。